第几次进驻啊？第几次了？那个上面招牌都有。这次杀戮营区是第四次，然后无区院区也一次。就是我们跟白沙屯马祖结缘九年的啦，就是每年都是我们医院的医护团队，这个很多的义工都支持这个活动，他也去祈福我们。这个不管是医院还有病人各方面都可以得到一个平安健康，我想马祖非常慈悲啦，所以同中文医院因为跟随着马祖这几年，不管是在这个病人的照顾还有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帮忙，也让我们的信众还有可以得到一个平安健康的保护，谢谢。